这个号多少分了？4860，明天再打一天吧。我这一盘是有一个好处、好消息的，就是，我是少买了个数值，所以我钱比这个女王要多，就是钱比正常要多一些的。但这个兵线不是特别好，但我这个补刀还行，这波兵线再勾一下，这个反补，这个他那边要反补那个远程兵的，那我这边就反补这个近战兵，一个残影炸一下，他那边要补这个近战兵，勾一下仇恨，这个啊、哦、不行。高估这女王了，好吧，他把我眼反了，不过也没什么问题吧，这么拼的。他两级毒干无所谓的，他这个反眼主要是前面我这几个兵反补的经验优势没了。不用拉 A 残影 A， 这种时候直接拉残影 A 一下，他没机会吃森林草。这波兵注意了，兄弟们，一定不能漏，好吧？这波兵是一定不能漏的。他有森林草，有魔棒，看到没？上一波他吃不出来。我拉起来直接残影 A 他，他吃不出来。这波回家补的状态往中走，然后这两个拉两波，拉波三野吧，这个。他想秀我呗。我操，我怕我这个被打死，你们知道吗？死我。这波不运药吗？不运，这波回家其实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运药的。中路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因为我前面兵线控的不是特别好，打这个女王，所以只能说他上波给机会了。我这个中路还是这那样的。打女王其实前面推线就好了，女王这英雄推线能力就是前面的推线能力是挺弱的。这一边的话再顶个塔防，这波线就也进塔，他只能这波收塔防，好吧，他做不了别的，只能收塔防。这边扶我有空吗？拉过来 A 残影。啊！我鼠标飘了，我操！五倍。不过还行吧，兄弟们，还行吧，只能说。可以看一下，残影，涨。因为现在五分钟还是有赏金符可以控的，这一盘这个对线就点两级残影，不要再去点那个主被动了，点两级残影打发育。这个野的话直接打掉吧，然后控赏金符。这个符也可以控，下路赏金符我控吧，你们下路就顶线吧，我控赏金符。
走吧，走吧，兄弟，走吧。哒哒哒哒哒。跳伤害，兄弟们，跳伤害，吃瓶子是可以回满的，夺标3秒，瓶子是2.5秒。餐饮炸一下，滚，拉 A 餐饮。好一点，直接踢下来。他这波中路还带控线呢，一个残影 A 一下 ，A。妈他秀才，好，自己发育稳好，再去防兵了。滚 A 拉 A 残影 A 炸，滚 A。他就大到我。然后对面这一波下路是很容易大意的一波，我踢这里，就直接杀血了，就直接杀血了，滚过来一个残影，哎哎，怎么死了？哎，这个切个力量水，滚，哎，拉过来，哎，把你死了。最后一下往前滚，组合不受伤害，滚过来 A 这个，往这边滚，把巫医先宰了，他们上路五个酱油换酱油，我们赚了。往这边滚，看到了 POP， 再往这边滚，拉过来 A 一下，滚 A 滚 A 滚 A， 差点杀过去。这我们都砸起来，都来了砸塔前的兵属性。然后这一波我还有 TP 的。拿到 A 残影 A 夺个毒标 A 滚，不断恢复。操！我被焦土烧没了，我傻了。家里有臂甲吗？臂甲发条带啊，力量英雄带臂甲其实比智力英雄要厉害，躲不大。女王在走。几个意思啊，我本来不想杀你，你非要过来送。哎，我操，这有一点，别急啊，我五秒滚。怎么死了？哈喽，我在，能打吗？我好像是不是能抢救一下？我有飞鞋的，到时候能打。
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能打能打，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随便打。这惨了。林肯，